表哥、表妹，哎，咱们俩罗罗，我单挑，我算你俩的来打一下来。我跟吴毅，我俩打你啊！啊，我算你俩的来，我开个三位单挑。来，我俩打死你！你们两个不能用空的英雄，比如说妲己啊、张亮啊，不能用。中。我一打。洛姐，你来个蛇兽的中了啊！你拿个花木兰不易，我也用花木兰，他拿个射手就行了。行，好嘞。我试试我一打二能不能打他俩。整他。你看我咋玩他俩啊？你看我咋玩他俩就完事儿，哥。我的野气让你俩给我刷了。我俩都干嘛事儿？洛姐，那大家有冤的报冤，有仇的报仇啊！就在今儿个俩，你俩能不能别在一块儿啊？就这拖着推门的店儿呢。你不要一打二，我俩对呀、啊，你管我俩不在一块儿呢？我操，你俩是真他妈狗！哎呀，操！这差那么一丢丢，你俩别推塔、啊！我操，这竟敢打他俩腿背筋呢！我打他俩腿背筋呢！完了！剩下的交给你，洛姐啊，我走了。我操！要！气死我了！这俩玩真他妈狗啊！高手的示范，这家伙开着大招来的、啊，我现在是跟罗罗、跟不易他俩嘛单挑呢，一打二。俺不易跟罗罗打的跟狗似的。哼，你那说的中了啊！那些年吹过的牛逼都。乐姐，你说吧，我这说不好，一会儿他过来打我呀，他呀。你试一试他的那个心脏吧，你呀、啊！他妈的，是吧？你逞强、啊！怎么回事？你什么情况？俺蹲了。这一个你的，你还能活打的啊？我在操作你了，我这一个你的，你还能活？我让你俩么狂！峡谷不是打打杀杀，洛姐，峡谷是人情世故。别整那个啊！别整那个，别说那个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不是姐姐支援你个大招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猛牙，我操！算得好的快。离家太远会忘记故乡，杀人太多会忘掉自己。小子跑忒快啊！他俩打我真难受。你俩别分着走啊，分着走我挨个放血。我到了呀。好了，分的刚刚。肯定分不了一点儿啊。我先把后影再摘了。哎呀，我也抓着他。啊，抓着个屁的抓抓，他爱抓抓的。抓着他。我怼死他。你过来，你干过来呀。你过来呀。你来。来！哎呀妈呀，不易啊！还是有手艺。啊，这多少？这有点小操作啊，这多少的？二打一的打不过。别分着走了，我保护你。等会儿。没事，别着急。马哥，你他妈是人美兼名大炮先行啊！我只要轰你两炮再说，别的不重要。我让你轰！哎呀，快来！他来有啥用？他来他得死！完全让他整死了，你以后别叫国服木兰了啊！他都不敢阻拦他。我还直播，你在这猫着呢，你都看透了。等你到哪来了你？揍你一辈子揍啥？揍你吧！不要！整死他！我就打你罗罗，我就打你，就这不易，别玩花木兰了。他的花木兰哥只建议在钻石级修修。也不易，活服不来，你闹呢？来打他，这么打个神了哈、啊！咱们输的体面点，先给他俩人头啊！还指望打个神了？我硬你是硬你输的体面啊！来，我硬你输的体面。
你他妈的干啥呀？哎呀，咋都赢了？完了完了，超级别打不够。没人打呀，没猎罗杰，没事。也该说会快啊，他表哥还说我玩木兰呢，没拿你当回事。哎呀，你表哥现在啥不回呀？你表哥除了不能玩，你啥都能玩。哎呀，除了不行的，没有第二行的。杀人太多会忘掉自己，是不是表哥？啊。我说你除了不行的没有一样行的。哎呀，你表哥除了不能玩你呀，啥都能玩啊。哎呀，那你把那不行的你发展发展呗。发展不了一点。我能说是不易饶了你吗？不能，他一点都没让。你们从哪能瞧着他嚷着我呢？你瞧着这喇叭，你瞧这喇叭干啥呢？你瞧着。我巴不得。假开着机跑了，你瞧着。不行啦，堵旮旯了，完了呀！我嘟嘟嘟嘟，别他妈嘟嘟了，你看这，不要，操！不义在死里头啊！我死不里头。你清我兵，我不没了吗？呀，对呀，快清兵，快清兵！俺俩打我，给我打的鼻青脸肿的。我上去扛伤害，我吸到他的伤害。没事，我扛也行，一样。你能扛个屁？你能扛啊？一样的。我不能扛。啊！秃子，我姐，秃子。我操！太残暴了。我打你俩嘛，如探囊球。取个寂寞呗。起个寂寞。完了，火力太猛了，这俩玩意儿，我操！你俩不给我拆了吧？解脱我吧。我俩都不用拆，用小兵。我俩不拆就行了。咱俩上水晶找那玩意儿去，咱过来，罗姐，罗姐过来。来过来。不敢趟，这超级有个超级兵。哎呀妈呀！我开个小疾跑，你开小疾跑干啥呀？走啊走！你他妈 A 一下水晶，你以为我瞎呀？